fumble a bag. Now I when I fumble a bag. Fumble a bag. Now I when I fumble a bag. Act like you know how this goes. 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跑步装备的大分享。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边最贵的啊，跑步的配件手表。我的这个左手边的呢是我的老款的佳明245，不带 Music 版本。然后我的这个右手边是这两天刚到的高驰的 Pace 3，哇，等了真的很久。在佳明245的使用过程当中，续航是一个问题，它可能一周跑个3到4次步，然后加日常正常的使用，它就需要充电了。拿到 Pace 3以后，我就确实啊，真香，高续航确实是一个让人非常愉悦的事情。在你需要它的时候，你发现哦，它还是有电的，它还是满电的，然后心情就会很好。然后如果你是第一次上手佳明的手表，包括我之前用过他们家的645，其实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但是像高驰的这个表，好就好在它把所有的键都整合起来了，上面一个按钮式的，然后下面这个旋钮，你只要向上旋和向下旋，然后在中间按，这就可以实现所有的菜单的功能。还有就是在手机上面的高驰的这个表，如果你要实现比方表盘，然后你的个人信息的一些心率储备啊，还有一些别的个性化的设置，包括你看一个跑步记录，你都只需要在手机里面打开高驰的 APP 就可以实现所有的功能。但是呢，佳明的表就不一样了，可能他们厂做的比较大吧，他们也不光有跑步的，还有骑行，还有户外别的运动的，所以它有至少我用下来是三个 APP， 但是它就不一样了。相信大家在片头也看到了那个一键三连的小硬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投啊？所以就一拿到这个表，我就觉得哇哦，还是很香的，怪不得大家都喜欢，特别像年纪比我更轻的人，刚开始接触跑步啊、长跑，他会去选择一款高驰的表。确实是他在解决了一些老牌的这种运动厂商的手表上面的一些痛点，并且加了自己的一些小心思进去。然后这两款表呢，其实在跑步方面的表现差的不算特别多，在慢速的时候，他们的心率显示都是比较均衡的，但是在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当我跑到4:10，然后再往里面的时候，那佳明就会显得稍微迟钝一点。它的配速上面的数字的显示都是5啊、10啊这样的整数，高驰的表 Pace 3，它会有一些，比方6:03、6:08，或者说4:01这种，你会觉得哦，我的配速是更加精准、更加精确的。包括在心率上面的显示，它在高配速的高心率的下面的这种情况也会变得更加的灵敏。所以其实我在之前用佳明表的时候，这个245我是搭配心率带去使用的。 GPS 方面呢，我觉得应该也是它比较准。佳明的这个表一般性来说啊， GPS 就图个乐吧，比方我跑个5公里，它就给你5.2，然后配速就会虚高，哎，你跑个3:20，它给你标3:10，给你建立这种虚假的信心啊。但高驰的表的话，在跑了几次的长距离以后，它确实在距离的显示上也会更准确一点。那再补充一个关于 Pace 3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的点吧，就是你在解锁的时候是需要长按它这个菜单键的。我有时候会用到佳明245的时候是会碰到一些触碰的情况的，包括像停表以后你往下摁，对吧，你摁到那个 save 保存的那个菜单的时候，它没有一种就是反复让你确认的这种选项，但是你用 Pace 3它是会的，它会让你长按3秒钟确认保存就可以。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贴心的选项。还有就是它这个表啊，它可以调节它旋钮的左右的方向，就不光像我平常可能我要带两个表去跑测一下，然后也会对一些左撇子的朋友会有所帮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人性化的设计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屏幕前的朋友正在考虑一个运动手表，好好的买一个装备来激励自己的信心，或者说便于自己跑步，我可以推荐这个 Pace 3。当然如果大家想看更多关于 Pace 3后续的多的一些长测的内容，也可以发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当中，然后我们如果看人多的话，我就更认认真真的去测一下这个表。好，聊完了手表以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两个耳机吧。
两个耳机，第一款是来自于韶音的 AS803、我是一名 AS800 的老用户，我之前在21年的时候自己花1200块买了一个800，用于激励自己跑全马，哈哈，确实后面只跑了一场全马，但是呢这个耳机确实是陪伴了我很长时间。然后在佩戴方面呢，这个耳机大家不用担心你戴在头上会不会晃啊，会不会掉啊，我在跑很多的间歇，就400啦这种，我都会去戴这个耳机使用。它的音质应该是在国产所有的骨传导的这种耳机里面是比较 top 的系列了，然后听起来就还不错了。不过你要说到音质这个方面，其实骨传导的耳机我觉得就大家就图个乐吧，比音质那肯定比不过这种入耳式，它就直接在你耳朵里，对吧？然后再会提到像新买到的一个 Open Fit 这个系列，它给我的感觉就会比它更加精致一点。第一个吸引我的点就是它是分体式的，然后带了一个小壳，那小壳的好处就是解决了关于像这种整个的耳机的收纳的一个问题。然后在耳型的适配上面呢，我觉得不太戴得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耳朵的问题，所以我后面就给我朋友戴了一下，有男生有女生，普遍的反馈下来是女生在戴这个耳机的时候，你就做一些左右晃啊，然后上下点头的时候会没有那么容易一种不稳定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像耳朵比较大的话，你要稍微酌情的考虑一下你的耳朵是不是跟它会适配一点。然后下面给大家放一下这两款耳机在外放音乐时候的一个声音的表现。录到现在还是有点冷啊，最近不是秋老虎刚过嘛，这段时间也快到立冬了，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保暖。所以呢我就也是买了几件长袖自己穿一下，觉得好穿的可以给大家来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分享。第一件呢是来自于这个内道这一件长袖青绿配色，在整体的面料上面它会比耐克的这种就是以前那个 ADV 的那个面料，然后像这种面料是稍微偏硬质一点的，而内道的这种长袖呢它稍微软一点，但是会有耐克的这种感觉。版型方面它有做几个跑步的这种衣服啊都应该有的设计，手指扣啊，拇指扣，然后还有一个手表的小窗口，哎，这个点我真的特别的喜欢。还有就是在整个外摆上面啊，它的前后你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曲线。再就会讲到像轻功的这件衣服啊，它俩的价格是一样的，都是199。相比于内道，我觉得它的面料是更贴身、更舒服的，甚至舒服的有一点点像这种你秋冬穿搭的薄款的棉毛衫，就很软。然后我觉得如果天气再冷，我可以穿在里面就内搭用。但是它不好的点在于，它没有任何的这种专门的，我觉得是跑步的设计，就是像手指扣也没有，然后像这种什么手表窗，更没有了。然后呢它的版型又会比整个这种青绿色的内道的衣服来的更加的紧身一点，就穿在身上其实是更显身材的。然后呢我穿这两件衣服也跑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你晚上把它给洗掉啊，你白天再去穿完全是可以穿的。然后为了感觉一下他们两件衣服对于这种大汗淋漓情况下的跑步的体验，和那种赛中对于衣服的透气性和散热性和散水性的这种考验，我还特意穿这两件衣服在测飞镖那一次啊，我拿矿泉水把这两件衣服都打湿，前一组和后一组，先穿的轻功，穿在身上很舒服，真的很舒服，没有任何就穿着衣服的感觉啊，宛如没有穿，确实是一件很舒服的衣服。但是呢这个时候内道这件衣服因为它的质感相对来说会稍微重一点，所以在吸饱了水以后我跑起来跑了3.4，我觉得哇这衣服在甩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不得不把这个衣服的下摆塞到我的裤子里才会稍微好一点。所以呢在使用方面，如果说你比较偏向于轻量化的这种设计的朋友呢然后你汗比较多啊，你就可以更多的考虑买轻功这件衣服。当然它在剪裁和版型上没有那么用心，像我一样汗比较少的，喜欢有剪裁有心思一点的，就可以考虑这一件内道的衣服，好吧。那么这是两件薄款的然后再就是
更厚一点的。首先耐克挨打啊，不也不是挨打，其实耐克这件衣服也还不错了。那这件衣服我也是看了其他博主推荐，因为我其实冬天我以往不会穿太厚的衣服，然后其实像这种衣服在更冷的一些地方，比方说更靠北的一些地方，比上海更北，然后天气会更冷一些地方，我觉得作为内搭应该是不错的。好的点就是它的面料很舒服，它是那种很糯很软，然后呢它所有的内里都是这种小方格小华夫饼的这种设计，然后这个华夫饼的方格纹理处呢又都带了一些小绒，所以它穿起来是那种特别暖和的状态。还有就是它在它的袖子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这种手指扣，以及你可以把整个外面上面有一层翻起来作为一个小手套，就变成一个哆啦 A 梦了。就这个设计我也是第一次在这种衣服上面看到，我觉得哎还蛮有意思的。不过也就这一些是比较好的，如果你不是很在意像版型好不好看，你只是想把它拿来跑步穿，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是没什么毛病。但你如果比较在意做工，比较在意版型，那它真的是没有。然后就是卡农，俗话说得好，遇事不决，迪卡侬。这一件衣服它就会比耐克那件厚的多更多的剪裁，像背后会有一个透气的网面，然后像腋下也会有一个透气的一些东西，像在你的右臂上面啊会有一个小的这种放灯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比较贴心的设计。另外除了有这种标准的拇指扣，它在左右两个袖子上面都有可以放手表的地方。哇，我觉得太贴心了，这不就是为我这两个手表而量身定制的吗？确实是像他们专门在做跑步这种产品的，他们会考虑到啊左边或者右边两个手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它的面料呢虽然不像耐克那件衣服那么厚然后那么软糯，但它内里也是做了这种线圈的这种编织吧，穿起来不会像它那么暖和，但是我觉得应付像南方，我平常在杭州在上海这种地方跑步，可能4到5度我都觉得它完全可以应付得来。有几个槽点啦，迪卡侬的通病，它的版型是稍微偏，我觉得是偏欧洲一点的，就是稍微大一点，三件衣服吧，买的都是 M 码，那这件衣服买 M 码，它的衣长会有一点长，包括它的袖子也会有一点长。好，然后说完了衣服，就还有两条裤子了。那第一条就是价格比较便宜啊，100多块钱，来自于必麦的。那必麦这个牌子呢，就是比较便宜，比较经济耐用，虽然没有任何多余的特殊剪裁啊，但穿起来其实做一些抬腿啊，还做一些慢跑的跑动的时候，它也不太会卡，或者说让你觉得哎这里勒着那里勒着，所以它在基本的跑步运动上面的需求是可以满足的。我最关心的现在这种长裤的就是它后面的这个后腰的口袋。那这个必卖的100多块钱的裤子，它的后兜确实还可以了，不会特别的晃。把我的这个13mini 放在口袋里的时候，它可以完全就可以放下，然后呢只要不是跑非常快的间歇，手机都不会有强烈的存在感，这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点。大家如果只是想随便买条裤子然后日常你可以轮换着穿啊，把它放进一个阵容里面可以考虑一下它啊。再就是又是我们迪卡侬了，还遥遥领先。这迪卡侬的这条稍微会贵一点啊，大概是199块钱左右。今天中午还给朋友推荐了一下这条裤子，它在整体的质感上就会比必麦这条裤子好上很多，在这个腰的地方它是比较厚实的，以及我最喜欢的后腰这个兜，它这个拉链拉上去拉下来都不会卡，很舒服很顺滑。然后呢因为它整个这个部分腰间的这个填充啊，或者说是它这个面料选择的是比较厚实的，所以在把手机放进去的时候你基本可以忽略手机的存在啊，当然比我更大的手机就大家是酌情考虑了。我就觉得哇，这是我可以占据我购买它理由70%-80%的一个方面，包括它在我们的膝盖后侧腘窝的这个位置是有做一些透气孔的，然后在膝盖的前侧有一个上下的两道是专门做膝盖这种上下小腿做折叠腿的时候给你释放一些空间的，我觉得它都有考虑到了。就是你去细细看的时候会发现确实迪卡侬是懂跑步的，还是一直在做这种东西的。还有就是它这个脚踝处这个小腿吧有一个小拉链，你可以把它完全拉上以后基本可以拉到你的膝盖的一个位置，所以就算你要打肌贴你要去做一些腿部的按摩脚踝上面的一些放松，它都会比像这种没有做拉链的裤子来的方便的多得多，这也是我觉得便利性很强的一个地方啊。那这就是两条裤子了，我还是更推荐迪卡侬这条了。还有就是袜子了。好，那来到了袜子这个板块，首先来推荐一下我最爱的，当然是我最爱的这个锦瑶的3.0的这个袜子了，高帮的。然后我穿过锦瑶1.0到4.0所有的袜子，我觉得这个3.0是最好穿的。
虽然它只是纯棉的，但是呢我穿它跑了全马，然后我也穿它跑了五六十公里这种越野跑，脚都没有起泡，哇，真的非常神奇，这是我以前没有的体验。再就是第二款是来自于这个李宁的袜子，这个粉色的，它们分成训练、轻量化和竞速三个版本。那我穿下来其实只有它们这个训练的这个版本是最好穿的，它可能棉的成分更高，然后会相对来说更厚一点，更偏向于传统的训练袜，它穿起来就是舒服，然后呢也不会特别多的磨脚，并且它不是那种很紧的设计啊，穿下来啊，目前也跑了几十公里了，具体没什么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就是卡农，不说遥遥领先了，梗都玩烂了啊，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越野的袜子，然后根哥也买过一双啊，当初去看的时候，因为它脚趾头的这个缝线处缝得比较好，然后呢它前掌这一块又是比较软的这种感觉，以及在中足做了比较强力比较大的这种压缩，所以我就想哦，这个袜子的整体的质感和品质看起来给我感觉还不错，然后这袜子确实穿起来跑的感觉还不错，有压缩感，但是不是很强烈，也不会让你难受的类型啊。如果你有跑越野的需求，你可以穿这个袜子跑越野，也可以穿这个袜子去正常跑步都可以。然后就是最贵的了，哇，这袜子我一开始以为是智商税了，来自于轻功的蘑菇袜，大概是70块钱一只，啊，一对儿是140。我其实买的时候，我觉得哇，被割韭菜了。我拿到手，我觉得我还是韭菜，穿到脚上以后，我觉得还不错。它就是穿在脚上，就感觉跟长在你脚上一样，它的缝线做得特别好。特别是在脚趾的这个地方，它没有做特别凸起来或者很硬质的缝线，另外你穿上以后，它的包裹感也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包裹，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就有存在感或者怎么样的。耐用，用了一段时间下来，这些袜子都是同一批次的，确实会有一些起毛，然后会有一些起球，所以我担心这个140寿命有点短，但袜子确实是一个好产品，如果大家预算比较高，可以去试一下他们家这个袜子，当然销量也不是很好，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袜子的这个定价或者说心理预期不会放那么高了，但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好，那么最后再提一嘴，就是这个大牦牛的鞋垫啊，我觉得这个玩意儿单纯只是一个尝试吧，其实我拿到手上面这个鞋垫卖100块哦，我放在前阵子那期跑鞋推荐的赤焰三 Rival Fly， 还有那两双保底啊 CQT 和那个狩猎，我都试了一下。其实它对于鞋子脚感的改变上面，只不过是加一点超临界的感觉，在你触地的第一印象上面更舒服一点。然后其实所谓的缓震极限的提高，你去看我们节目推荐的一些跑鞋，或者说我们讲的一些跑鞋，它的缓震极限应该都是够的。你不可能每天跑20公里吧？屏幕前不会有人每天都跑20公里吧？当然，像这个东西，我觉得在越野里面是有用的。比方一些选手，他们去跑更长的距离，100公里、168公里，需要跑一整天，24小时这样子。那这种鞋垫确实是会比方 Oscillate 的鞋垫，像传统 EVA 的鞋垫，缓震极限更高，然后会给你在主观感受上会更好的一个体感。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的产品，然后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来做这些东西，因为我其实个人对于跑步装备不是特别的在意了，但是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做这次的分享，然后也很感谢各位看到这里。如果你们有对一些别的好的产品有自己的见解和意见，也可以发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让我们知道，然后我看到的话或许会去买一下试一下，好吧？那么本次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